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凡事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明五样啊，人的学历费如何判伊的客家人口的基础调查？我发现到讲啊，人客家人口每一年都在增加，但是讲客家话人口慢慢的越来越少。也有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外地的陆客讲客家话太人少，越来越少的。可是学客家话环境嘛，越来越少的。以前是提陆客学客家话，但是更加提学教教。但是更加外地，我发现到讲有越来越多的客家人吼，希望讲外地的少年的无论外地的后生人可以提一个过自然、过发达的一个环境地方可以学客家话。但是你的发现冇，其实外地呢六对儿童客家文化客家人判到更加已经三十年了。如果三十年前外地南埔如何有一群外地呢年轻人带动外地少年来讲客家话，但是也不发行人，无如讲外地当初去参加人如何外地呢阿边个钟正斌，伊佮讲你讲其实钟正斌阿边个喺外地一个斜杠人生啊，吓，你茶工人生呢，伊都可以代表出喺外地六对逢源插枝沙的一个沙种以外，同时嘛喺外地讲话。广播天台一个节目主持人，同时卖做几多童谣啦，啊出卖几多书，啊你今日都有倡议，我同人讲一下，也要儿童客家文化下里人，当初喺当让我去开始去建立咧，同时也歌唱很样嘅，你马上翻下咧，阿边哥，你我嚟欣赏，阿边哥你好，阿边哥你好，乡亲朋友大家好，系从此诶，闽南人钟正斌阿斌哥，从此诶，闽南人诶，阿斌哥，因为其实吼，我哋头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讲，睇我哋六对儿童客家文化夏令营已经有三十年了。其实当初在三十年前，我用夏令营呀东西都已经过时了吼。啊，当初中嘛，我想到讲，啊，办一个客家文化的夏令营，我哋呢儿童。差不多因为广告做之前，差不多四十年前，阿人都开始攀泰转神去搞诶客家文化夏令营。泰转神去搞先学习认识了解客家文化，啊，个人咯，有些把基础过后，咪落来要转型哦，学到诶就要回馈，所以呢就想到讲，假如下乡来以学教方服务带细年诶小朋友来学习客家话。唱到客家歌诶，哦，交到客家同文，哦，认识了解客家文化，我所以就爱你来。一部分我以为我相信，可能啊，等观众朋友可能当初有的我有参加过，好冇？但是如果同人讲，唔止讲四十年前啊，等于六队来讲嘅话，其实就做乜我成立一啲，我哋讲，比如讲下六队太转型嘅一啲文化夏令营，其实系因为感觉到讲。客家文化开始在流失，还是讲其实因为我哋嗰几代嗰代人都系睇乡下，乡下许多我哋都市人嘅特殊嘛，慢慢地对客家文化已经唔认识咧。可是我有安尼一个文化夏令营咯。佮当时四十年前嘅太转身，客家绝对冇问题。那我绝对冇问题。但是呢，客家文化嘅精髓，可能太感染犯唔够了解，所以呢，我。啊，接下开始就来攀一个泰转神的客家文化研习营，就对外接下开始，过后呢，下一届呢，也有四把基础的，有带一条泰转神呢，下乡一顺皮表演，各个庄头顺皮表演，苍山歌大赛茶饭，六队的乡亲父老去欣赏，变了解，泰转神啊，我苍山歌啊呢。啊！再过后，教啊教的，加落，喺咩度转型啊？就咁啊，连四年的嘛有机会变，有接触一个客家文化、客家话的一个机会，尤其那年就提到讲，慢慢的下一代、下一代落去，就客家真实如何啊，渐渐的如何没落去咧，不消失去咧。故所以硬系要对小朋友来促熟啊。故所以硬我要讲啊，咁我都来。学教行啊，教四年嘞，啊，创一个客家童谣，教客家童文，认识自家故乡，长长的绿队，去麦街，就安尼来。
他几时接？你这个接触到讲，譬如讲，我们说几时太，我们太重要，可能办不讲合法哦。但是几时接的生意人哦，伊这个讲合法的人口又过多嘛，无论讲几时接，伊能等着去下上去搞个东西，接触到我的生意的时间，伊的那反应对我的客家文化反应怎样？佮当时三十年前的小朋友，人合法能力也反过强，冇像人家啊连谈路也谈唔是嘞哦。啊，当然，也有客家朋友和念和唱，啊，人冇感觉佮佮很得看到谈多的，啊，也系佮新鲜，或者人接触也佮长途佮过，哦，啊，尤其人哋会带人去。钓蛤蟆的，哦，赶土狗的，哦啊，无论也给安尼，野鸭啊，琼州鸭，那做客家同源，哦，搞得头摆乡下生意的搞的也都，哦同源，哦，哎呀，哎，当然该欢喜，哦，接触的个长途该过完的。佮几时间啊？人哈林人差不多提那开沙，比如讲，伊在提我哋去都市镇的地方咯，还是讲去提我哋过乡下地方啊？因为市镇方吼，那只个过十种的些客家字体，我哋过唔得。哦，山龙龙山，但是呢，客家体系绿地体系，那一个福教的些客家福教够明显，故所以我哋都请一个绿地体系的。啊，但是呢，我哋有伊阿个各偏向的蔬菜，各无阿个外来文化出击的阿个福教的，本晓得生意人呢有机会啊，同阿个太转世强啊，啊太阿哥太阿姐强啊在搞，哦，故所以我哋行嘅方向呢就挂啊各偏向的蔬菜，啊像阿个玉盐骨烧啊，都内部的各色福教的，啊新皮泰顺福教。啊，也跟呢，也系各社福教的，哦，我哋甚至呢，到沙溪地方去，啊，理工呢，娱乐，哦，也系我哋出家本身客家庄，哦，虽然讲人哋生意咧去好多庄来读书，唔过我哋冇去福教学，我哋去到沙溪，去到榕树下，啊，皮生意嚟教下。其实我讲到你娱乐啦，吼，像一般嚟讲嘅话，娱乐更加要生意咧，人讲客家话嘅种比例，佢有差唔多一度哦。第一个客家字体，后生都要办出一个多的，哦，所以另外个状态呢，也着生意呢个少。啊，一方面呢，也有其好多种特殊。啊，后生的阿爸阿妈呢，又挂讲唔要讲客家，故所以呢，浅浅的来看1%、2%，糖的摄入唔会差。我话人讲啊，佮流量佮顺口，心中困难。噶像阿你村庄嘅话，其实阿人提供伊本地应该如何阿人客家乡人嘅状况吼。噶你去到这边攀阿人儿童夏令营嘅话，阿都爱讲华语哈，还是讲直接都讲，还是讲用客家来教嘛？啊，一般我挂我用顺语，哦，有的歌词咩可能声音咧我歌听唔识，故所以咧阿人用华语来补充。啊，太普我讲客家，啊，有些人也也说啊，边个个他们是跟俺俩用华语啊，再去解释一下。啊，一定要用俗语来摸啊，些人完全他们是那时，伊都会摸兴趣了。哎，同人听阿教的。系，因为我佮上老弟个讲，譬如讲有三十年的一定个俺讲历史地位了哈，你差不多会发现到讲，他们听懂人的时间，你会发现到讲，可能如果俗语了，开始来教好个。其实一开始都会俗语。哦，一开始都是，不是几时听人哋录到几偏僻的一个地方嘅，好教还是用宋语系咪？那你就发现到啊，一乡下嘅生意呢，人咧客家能力就一强，故所以人哋用华语嘅比例都够少。但是头又讲到咯啊，嗰次咩人可能有些包嘅汤匙，啊，人哋都要提补充解释，要提补充解释啦。但是呢，慢慢的。好高诶，无穷样诶时间啊，比如过出来个市政方诶时间，个生意呢，当然客家能力无人强，那人就用华语，华语比例高一些。更加呢，也系穷样哦，我哋发现到，你像绿桂地啊，米农两度几片啊，真是个各立各行诶个生意呢吼，无人谈客家话，谈诶是无问题。甚至我讲，
哎呦，合法都唔应答，也冇乜问题啊呢。哎，古水路讲啊，看麦嘅福高诶，麦嘅蔬菜哦，那使用嘅发音嘅比例啊，就会调整诶。啊，你讲乡土教育开始以后，其实越来越多爸爸妈妈都发现到讲，以前自己冇重视啊，等等，啊，等等母语，好，慢慢地有因为个继续叫一啲机会嘅话。而且我希望講一聲音可以去接觸到滿，嗰種更加嚟噴下啲人嘅話，報名應該冇從以前困難嘅吧？應該講報名人越嚟越我越嚟越多。也嘅就也係強我看素材啦。你鄉下呢？聲音嚟講，我都曉得講客話，我唔會嚟參加，有也嘅可能性。啊，誒市政方嘅咧，也啲阿爸咪咧，哎呦難得出家嗬，有聲音嚟表了，佢就帶來去參加。所以本来有个比例上呢，市政方来参加个多位哦。虽然我按人，我来到去乡下，唔过人咧个心态还咧，哦，啊，电脑啊，采体嘅生意咧，佫冇去参加，人平常本事都会讲嘅啊，吼，诶，所以这样讲咧，有个报名嘅比例，市政方嘅会较高，啊，乡下会较少。除了讲啊，福教嘅先生要拣咪啊，咁你条报名，个不如就要人来报名嘅。可是要了解儿童客家文化，下面也不单只是传承我们客家文化，同时也把我们客家发挥利用，发挥到最大。休息一下哦，等下我们来那里过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气来！上个节目，我哋阿平哥同我哋说明六对儿童客家文化下里样嘅言语。我想请问一下阿平哥，其实喺今年吼，我印象最深嘅一摆，你讲唔系去到玻璃，但是系咪同我哋观众朋友先了解一下，讲玻璃同我哋六对嘅一啲关系系乜嘅？讲到一个玻璃状咧，其实完全都好落下嘅一个状态。但是人嘅祖先咧啊，移植移民啊，差唔多。乾隆过后咯，啊，一个人的祖先咧，对俺们啊，家东啊，啊，竹田啊，啊，甚至米农啊，从此有的也有，啊，都晒过去这片，啊，都要啊，二次移民到这片去，啊，但是呢，始祖为顶东人，总共有好多人包围分的，嗯，所以一推一推呢，从呢四五推五六推下来呢，啊，渐渐呢，真是都被人同化的，但是。人咧客家意识反佢强，第一七届祖先咧客家人，哦，故所以人血底部流嘅客家血统，哦，故所以人反系会认同自家就会客家肢体、客家后代，故所以人自家本身也主要嘅啊茶山乡嘅客家文化协进会，哦，哎，佢实忙于啊推动客家文化发通嘅，故所以讲嚟讲，一个玻璃庄。真实就是我们客家庄不会检查。是因为我提供一个经验，以后就要跟我们平东人客家事务处的接触说，希望说可以请问陈先生去到这片去教一点说客家。那起码的经验像阿里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儿童客家人会去到玻璃去攀龙。玻璃头摆有一个小学，很多玻璃国小。当初还钱飞高之前哦，啊，就内部的人啊，曾秘方落实啊，伊呢，佮山嘛，气温二度摆，啊，无坐巴士啊，下乡去到个玻璃去上课啊，佮下生意呢，反可能有一两十倍啊，所以伊上起来也佮心跳啊的哈，但是慢慢的，一个生意呢，客家字体呢，啊，玻璃呢，客家生意呢，一来一少的少纸化以外。啊，一个后生的啊，要晒出去的哦，故所以更加存多，佮总头方的生意呢，谈讲啊，四百以下呢，吼、哦，故所以啊，福教呢，啥本人飞起的，变啊，生意呢，可以到茶上，佮少去读书，更加呢，一个玻璃总头的生意呢，完全就无机会学习客家话的，哦，唔比得几廿年前哦，在老师们会过去教，啊，人当然无的哦，咁样加上哦。
那人就想到啊，干咩都啊，就对中医的门神的呗啊，复诊抢救客家话，那人该重要的那一目之一，所以那人就啊，哎，偏向相对爱下医，所以说想到一波的啊啊，第一阶段呢都重要，在蜜蜂老师呢啊就同燕正武客家事务局、燕正武客家事务处啊合作啊，都以前可以。也嘅人嘅文化方面咧，誒嘅人事辦，本來講得講下都話一親自辦，結果來參加模辦嘅生意咧，我哋就頭拿土嘅哦。故所以咧，個輩長咧，唔怕啊，睇人有興趣好，我哋係很好啊。故所以天意解脱，我哋對中醫人民咧都甚是嘅欣賞下去啊。啲教人強要搞生意嘅方式，飲同樣。啊，学习个前面个客家话，个简单呢啊，先基础的先来听啊，进行个呢啊，听音乐听也带人出来，人看得讲啊，有来六对钟老了，唔底下讲哦，个人即个特别罗祖先喺咧蔬菜很用个，故所以哎呀，都老人家个听啊，有人查追出来呢，就啊，昨天啦、啊、家东啦、啊、万满啦、啊、啊、内埔个啦。哦，一個有名的文化景點咧，帶人去老啊，哦，人家話行出玻璃啊咧，哦，故所以也係第一步啦。啊，我喺呢人咧也想到嚟長期去辦，喺呢人就我嚟長期去辦，希望講啊，一個學校法唔係一年兩年就學嘅話，可能是一年半載，慢慢嚟廿咩再磨啊咧，故所以佢長期去辦啊咧。佮从这个观察话，像玻璃镜架，比如讲，可能本来可以在儿童的夏令营，佮变在从前的夏令营，佮从一条我哋呢，算哥哥姐姐吼，哥哥姐以前即个辈，即个嘅客家人，同我哋讲，伊哋对即个嘅家畜，伊都蛮认识。也佮玻璃的乡亲哦，因诶，嗰度火房地方有保存出土，所以也有地带讲啊，因咧。誒祖先咧對那細個女嘅，哦，故所以人出家認同出家嘅客家字體、客家後代也嘅冇問題。啊，頭講嘅啊，誒就睇人咧，啊也願意學客家，就是人咧客家意識份佢強烈，哦，啊，但是見到人問題咯，睇人嗌人我想去救嘅，我嚟救字體啊，救聲音咧，哦，故所以就要想辦法同茶上骨手。同阿来合作，啊，将一条生意呢接出来，啊，咁我唔想了解起嘅嘢，都唔知下对哪一教嘅，哎呀，故所以其学教行，那人就同阿来查上嘅时候，啊，将玻璃床隔壁嘅通铺床，啊，然后两个床头嘅客家字体呢，提人含过来，啊，那人来学教行上课啊，咁我讲查最贵起多，一个玻璃床头时。来发通中心嘅，冇俾人招客，阿女嘅啊上课啊。喺前一阵咪我哋共享天师有一对最有名嘅戏剧《斯卡罗》，底部有讲到玻璃同铜铺，你从头先我哋阿斌哥讲嘅，其实一以前喺全部喺我哋以前嘅客家乡亲，嗰种，但是一今年以后，变成讲一定变成好落客。哦，而佢嘅字体来讲嘅话，可能大部分人都唔会讲客家。佢仲有客家人底部唔会带阴阳嘅课程本啊，第一就系客家字体。我哋認為講啊，人完全唔曉得講客嘅情況之下，將最基本咧啊最神奇嘅，所以嚟，我比如一次強調啊，人客家童謠，客家童謠佢抄起啊有奇妙性啊，啊唔單止生意咧，睇人啊學起來嘛啊有一個興趣啊，故所以咧我哋就用童謠，啊當然咩樣貴嘢咧用童謠啊，用喺唱歌嘅當中呢，誒學識客家話也係一種嘅方式。啊，嗰個在介紹個基本嘅、個簡單嘅客家嘅一個語詞。像石筍啊，拍石、烏石、吊彩石、竹竿石嘛嘅一個基本嘅。慢慢嚟，但你上生活當中咧，個用嘅多嘅語詞咧，就先介紹俾人啦。就比方说对教的方向，不对教的方法，不对个简单的方法，开始去慢慢地去把客家的一些文化，还有客家话题，包括个重要、个基本的东西，全部都融通了。那从这个意味讲，亚尼一些工厂差不多一旧啊。客家话是在讲
无期限呢。像阿人今仔路人改多是唔跳的，合法国存的。哦，罗松人讲的法师，哎呦，那如果讲阿你哦，应该不是谈过。故所以呢，阿人路希望路愿意你做下伊，但是国泰的变老的，啊，生意呢又放起来呢，一胎传一胎，一胎接一胎，故所以有个工厂。可能我愿意做下去。嗰时阿边个嘛，我都行神圣人，因为行个神圣人咧，喺嚟行神，喺我讲下喺个神圣人阿边个嘛，强下强下，他竟然强下行下去。强下行下去，我哋神圣人也系要带神咧神圣出来，免让我哋落祸嘅老人家。哦，其實教人咧，中途我哋佢需要講咯，其實一見人客家文化嘅流失，一方面喺陸坎人講嘅一類一石喎，但係咪話要其他人而變成我哋更加講客家人一類一石？人口數嚟講就因為少子化，阿土講嘅一曬出去嘅後生頭嘅，咁所以另外嘅狀態咧，就真是如一類一石嘅，出去喺度始終咯。浪花时山又唔离见那事咧，哦，嗰时钱唔得多啊，哦，嗰时人家我讲，哎呦，用讲客家研究比例用一来一少嘅，哦，嗰时人家唔好讲咧，学教方学习嘅客家话，其实每天稍微比太人傻，各位讲，但是也系有限，一礼拜用40分钟，多得就改咧沙团课，鬼难，哦，我皮肤噶都抢眼人。廿胎人讲话按不了啊，困难。同时我咪要讲到个另外一件事情，就讲，譬如讲我喺度尿裤，我办写字节，各种我去外面买东西，有些搞各种我用法语吧，有些过路线语的嘛，谈唔识。但是更加好多多想法，有些人去外面买东西，唔讲黑话吧，其实也谈唔识嘞，因为我的尿裤发贵多嘅，外面晒入来呀，嗰种都变成一定唔会讲黑话，都变成我哋听一长时间。我用黑话同外面的人来讲，其实一类也讲不通诶。系，嗰时候你系咪变成我哋生意的嗰种，我哋在生活地方用华语的话，其实其他环境蛮无像以前系全客语嘅一个环境咧。系呀，也系咁麻烦嘅事情。你不找俺老日，俺从此甲平东市安全。哦，嗰多年生意来从此喺度联络甲中央，嗰时候呢也嘅现象呢，国际化。变啊国际市场用诶咧，故所以小朋友咧去学教方爱学习客家话机会啊，因为一个贫乡嘅同乡咧，总佢喺半路唔会讲客家话呀，咁麻烦，故所以咧就仰望先生一礼拜40分钟，来点啊点咪安尼，故所以咧加上碌卡睇人晒又唔讲，出去又冇一个环境咧，真是鬼麻烦。生意咧，真是都冇機會講。嗰時啊，一切對外靠入嘅家長咧，有啊國母，有客家意思。哦，家家咩？睇人曬同生意嚟講，阿公阿婆同生意嚟講，你完全唔講嘅話，家庭是最重要嘅學習客家話嘅場所。連家庭都冇嘅時候，家啲老闆都唔是想嘅。可是天龙时代进步，我哋反倒我哋更加去練習講客家環境越嚟越少。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外国多个精彩故事。翻过来，福起来。上一节目，我等来宾阿边个钟正边同阿人讲，人家爸爸妈妈，我有只公务，如果其实睇到卡，我学阿等合法以外，同时阿搞阿等生意呢，讲合法。咁样你讲法，阿边个即个生意呢，合法应该讲个规律吧？睇查嘅生意呢，小二人成都初级认证通过。四人成都中国级同哥，穿了一万元，贵货贵货。写作嘅妹呢，唔好读书，写好两年咧，学到假名，让去报名认真考试初级咧，
考试前两年呢，人家翻啊，打开那个书翻翻来，考又过回来了。一个主要都讲啊，翻写时间，你人生、三人生、四人生，可能就训练学校方呢，大嘴鼓比赛、戏剧比赛，所以有打下一个基础，所以人讲合法能力无乜问题嘅。一见人已经系等客家，喺电视台开始开播以后，还有我哋呢讲学讲客家广播电台开始以后，一来一度的广播节目嘛开始出现了哈。佮一般人来讲啊，譬如讲即个旅游的广播节目嘛，佮一般人来讲啊嘛，唔会希望个应用去利用人嘅资源。一个广播节目，主要咯老人家啊同上班嘅人喺谈啊。生人啊，谈个机会很难下咯。上学啊，无了年的时候出去了，去查一下，大概哪几号来谈啊？呢，所以啊，个机会也唔系几多。所以我坚持来做生人的节目，系冇错。我就唔系做太年的老人家的节目啊。呢，我主要也系讲啊，我本生人呢有机会接触到，哎呀，哪几号地步啊谈得到啊？生人的啊个节目个哦，用人同业哦做乜嘅话呢？所以我们都说一个资源客家电视当然有声音的一个节目也可能会看啊，广播节目呢可能就利用视察的时间啊，坐在采访啊有机会谈那没法记录卡啊，转场打开收音机啦之类可能更难是因为其实我们谈过阿苹果的节目嘛，其实我们在视察时谈到的我都想说像阿苹果的节目时其实贵是很样的，因为其实我们的广华广播电台的节目是有标在名录上面，我说我可以一些一些拿来谈，但是如果我还没给明年我提到卡要搞生意，但是我又没安排因为可能我黑发妈不会说我安好的时间我都把牙齿标出来好，第一先谈阿苹果给明年个讲个马个教马个童谣吼，教好以后，我谂我即个蛮好，声音的蛮好，系咪可以用我哋方法？一个就看睇人啥，声音呢，伊可能平常拢买书机嘅教听咯，个多。哦，啊唔睇人啥，读本声音来嘅，哎呦，更加来谈一个客家节目个，哎，人有机会，睇人同声字同阿来谈，亲自，哎，冇法，唔能望声音呢。哎呦，我下来谈我可能困难，可能困难。嗰时候，泰人咧可以把一啲资源先签到以后，泰人同西人咧倾下来学下吧。尤其喺其实阿苹果节目地方，就想同到阿苹果讲咧，其实唔要坚持做西人嘅节目，因为其实对西人嘅教育开始话，而喺俾泰人咧，如果要长嘅时间来讲一下吧。因为我地讲，其实阿苹果其实唔单止我哋呢六对朋友杀自杀，好同时睇做我哋呢客家同学嘛做过多人。啊！一見人有感覺到講，我前面的接班人接受嘅人，當然也嘅有都最好啦。因為也嘅興趣問題哦，一方面學法能力的問題，你創作同樣要有一個興趣，啊，冇興趣嘅話，應用嘅都冇合圖，敢於創作物嘅，所以我哋會用各種嘅方式嚟潛。像安叫呢，我哋会拍一个啊戏剧嘅剧本，大嘴鼓嘅剧本，一个比赛啊，接本呢，我哋可能会啊有创作童谣嘅比赛，对呀，喺当中咯嚟请，有兴趣从事一个声音嘅语言嘅传承嘅文史嘅一个创作嘅一个工作咯，喺有兴趣嘅话，咪慢慢嚟提取出来，冇听错，喺白就可以带稳人一帮接一帮嘅。啊，从文学方面啊，我哋绿队。逢人插枝啊，改到一个作者会写汉语文学，不作客家文学。啊，台湾客家必非，也改到我哋乡亲咧会参加，会投稿。故所以呢，我哋将一条作者呢吸收上来，人写出来作品呢，客语文学嘅作品，也系传承客家话一种嘅方式。哦，故所以我哋对创作童谣、写剧本啊、客语文学啊。各个管道、各个方式来进行啊，多方向、多头来行啊，可能就啊比较，我唔会讲啊，千万年啊咧。因为咱们在民国111年的时候，我们的行业认证高级的体白开始考试嘛。啊，行业认证高级的体白考试里边，最重要的两部分，一部分是硬讲。
你这个还没可以过顺的讲出一个客家话去表达一个事情，听伊都写，都从头到尾能讲个客家文化的一件事情。但是客家文化的一件事情哦，其实有啲人都认为讲，客家文化叫做功夫客家诗。伊唔认同，无论讲客家诗有啲东西，伊即个意味唔安尼写，佮一部分你即个有乜个想法？一个咁麻烦咧，就要讲啊，公部门教育部也唔肯偷拿签下来嗬，来谈下人哋地方嘅声音。比如讲南埔，人哋讲嘅 head head 系咩 head 啊，也冇问题啊。啊，北埔话用带啊，但是呢 head 呢啊有 head。啊，一个破音诗啊，啊用黑的黑啊，也是用廿杂诗样做个啊，像我们小小雨歇，都一路停黑的，哦，我们点的多点的很多歇业了，也都结束的意思。结果呢，官方也用一个核心的核，也都同我们呢，真是的言语无穷样啊。所以呢，希望官方呢，多谈我们地方上。那杂诗人过去俺们南埔绿队的勇士啊，呢啊也要多沟通啊。但是听吴前讲，有一点最明确的一点，隔天以前，俺们还没有选战时用牙讲，还是讲一定要等到一点最明，俺们人民讲他讲人民同意的事出来的时候，能用牙杂诗咯。从我本身来创作汉语文学的时候，俺我坚持用俺南埔应该用的诗人，但是俺带下个主角讲啊。官方系用用嘅诗，本意了解哦。官方系用物嘅诗，喺南埔用用嘅诗，佢跌档哦。故所以呢，按你本意慢慢地去看下先。哦，那个诗人佢有脱离哦，系就用一种方式嚟去处理。系因为嗬，其实人啊，你讲行业用诗哦，从那个时节起，我们1810年，不，1801年去考中国级嘅时节，同我哋1811年去考国级嘅时节。用诗都冇多重要啊！表示讲其实也十年来，其实我相信我哋咧教育部吼，冇黑皮皮嘛，有即系有谈到他阿爷嘅一啲意见。我说其实我哋几时学到一个学言诗，叫今日我哋考试分，我冇重要。好，但是我相信系一个进步啦，吼，因为其实嘛，希望讲他阿爷可以用即家嘅诗。写下这家文学，尤其系讲，有人都讲说，啊，做乜我哋要有啲客家文学咯？我哋用翻译文学，咩改好下？咁一部分阿边个人嘅看法系乜嘅呀？文学当然有翻译文学，有客语文学。我哋客语文学，强调用客语汉诗来表达。客语话，一个文章系写出来，系用客话来去托。一方面呢，要做得文学的作品欣赏，那我呢艺术一个合法者可以练习艺客语一个能力，尤其改多可能也客语长处改好，写出的文章呢就改传统啊，又保存一个个长版的合法，那呢突一个客语文学者顺手来学习客家话，也是改好事情，所以讲到高级的一个认真考试呢，其实是本。我太硬啦吼，来伊可能是爱学人长途多样嘅啦，但是对长久学法些年嘅来讲，可能都效果都冇很好，因为些年咧连初级都唔会通过，唔晓得讲，他唔是，唔好讲啊中高级或者高级啊。系，冇唔错啊，首先高级嘅一啲理由吼，其实。真是唔咪都講，我不用生意咧去學客家，其實真係喺保存咗同我哋講嘅，要各種嘅啲客家話可以保留下來，尤其係用文學嘅方法。但是我哋講，其實做同我哋阿蘋果講嘅方，其實講我哋咧高級嘅認真，雖然唔咪味道我哋咧生意咧，但是你即係有味道生意咧傳承，比如講靠搞生意咧，你即係有一啲夢想一百嘅計劃，你咪同我哋廣東朋友收嘅，馬家同夢想一百嘅計劃嘛。梦想当然是不梦啦，但是每一种的原因都不梦啊，都安尼用想的咧，想象的，无都实现自家的个愿望安尼。所以，我们可能向前地带来创造更多童谣。啊，童谣咩写一本自家念咩，主要都要搞生意来念，本身也有学习客家话的机会。故所以呢，出唱片啊，学搞去搞啊，但是呢，也几年呢。唔但像古天一的学教教，哦，例如话，个体法咧，个体层面咧，一个小朋友，记得有阿边个同学哦，哦，故所以例如话，
准时博雅嘅墓，含一百件咧佛教嘅，包括幼儿园、国小嘅低年级，来讲啊，我强调咧，我打基础，反射咧打基础，所以我对幼儿园开始，对小学嘅一个一二年级、低年级嘅小朋友开始，啊，我如何去做好？哦，让我同有别人谈，啊，欣赏嘅时候又会谈，做得咯，哦，也搞生意咧几好。啊，结束我会送来绘本、童谣绘本、个唱片，哦，本一个欣赏。啊，我来野养的哦，哈，来插秧哦，哈，野营的哦，哦。啊，今日我冇都每礼拜每日都来上课哦，个拜托欣赏，你多教哦，哈，加一个。工作也嘅任务啊，就教本学到嘅先生嘅，所以我希望讲啊，行跳跳要行得多一百件嘅学到，可能是要行一件都算一件，哦行两件都算一双啊，哈，九个多亿嘅就算一两年嘅，哈，希望讲啊，将来二年嚟野出去，可能是喺把油画图包啊，哦，甚至开发结果冇啊咧。看了今天的节目，我发现到其实三十年前我的阿扁哥就开始传承我的儿童的客家文化，还有儿童的客家话的一个传承。但是三十年后，他同时在去把个国小，去把我的客家话的宗旨，就像头头伊讲的，去野种的。搿种也三十年来，跌到种的地步，有一点我能讲产芽，有一点爆出来的话，我相信阿扁哥的信仰，我会慢慢的去完成。今天感谢我的阿明哥在现场分享很多你这个故事，多谢好明哥，多谢乡亲朋友，有闲人来乐队跟阿明哥念童谣，有闲人来了休息一下哦，听我的先生来听我运动哦。我跟福气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网站，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